各位同学好，我是林文老师。你今天所收看的是新闻英文财经用语。今天看的并不是左边的 common stock， 而是右边的 preferred stock。在那边 preferred stock， 那定义什么东西呢？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它特别股、优先股、享有优先配。我们下面这个反射的部分要听听看朗读了。Alexa， preferred stock， stock that entitles the holder to a fixed dividend whose payment takes priority over that of ordinary share dividends。Preferred shareholders have priority over common stockholders when it comes to dividends, which generally yield more than common stock and can be paid monthly or quarterly. Preferred stock combines features of debt, in that it pays fixed dividends, and equity, in that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appreciate in price. 各位同学，听完的英文部分有吸收多少呢？毕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Preferred stock， 注意这个字在英文文法上面这种要重复字尾的，叫优先的，叫喜欢的，叫 preferred。 这边你可以看到固定收益，先派息，先清偿权利小，后来看看真是蛮有道理的呢。这边有个单字重要，叫 priority。 priority 来自于哪个单字啊？当然你要先知道 prior， 这个字是一个重要的单字，优先顺序，优先座位，各位知道吧。另外再教你一个字叫分割，分割其中有一个叫 dividend， 什么东西啊？分割下面就是股息，哇，超级重要的。也就是说呢，它跟普通股呢，它这个配息方面它是采优先方式的，但它有一个固定重点叫 fixed dividend。 fix 就是固定的，超酷的一个小单字。所以代表说的优先股息方面呢，他说跟普通股东方面不太一样，所以而且这边又讲 yield more than common stock and can be paid monthly or quarterly， 每月或每季支付。 yield 也是一个超重要的单字，这个林文老师特别讲，它有三个以上的意思呢，像这么多的意思，你要不要花时间去了解它？你看这么多的用法，这边简单来说指的就是获益了，所以它结合了很多的债。那通常呢，这边有讲fixed dividends 或是 equity， 我们之前有已经讲过了。然后呢，而且它在随着时间往前推演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方面、价值方面会 appreciate。 你不是背过这用法吗？叫欣赏、感激、重视。但在这里话，我这边并没有列下来是升值，商业用语果然就不一样。 OK， 你要听林文老师讲解更多的，请锁定林文老师的官方账号或者是 YouTube， 但是主要讲解的是经济学人杂志和 BBC 多益课程和四本小说，来找林文老师上课咯。拜拜。